一下哦，吃饭是在一楼吗？在一楼吗？好，我去看一下那边。哦，那里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去认识一下环境啊。对，吃饭在一楼，没错。有。好，你看，这个就是餐厅啊。啊 ，swimming 啊，这边就是游泳区啊，这样子啊，还有会议室啊，来。进来看一下，可以可以，进来进来。健身房什么都有，厕所。咖啡。哦。哎呦。哦。哦，马杀鸡，他马杀鸡啊。在哪里？前面。我看他是不是真的？嘿。啊，报会吗？没有。哦、那个不是，我有问，我有问 Jacky， 他是那个，他们是领那个 I 棒的。你是布洛克吗？对，没错，真的是布洛克。哦。匹克邦2023年前100大的哦。真的啊，真的啊。好酷哦。对啊，你就 Google 一下旅游休闲热活去。旅游休闲热活去。你就会看到我去年。哦那个我去年才带老婆去意大利的一些旅游休闲，去是趣味的趣，好，旅游去，对。